确定呢？啊、哦，可以打开来看吗？可以啊。轿车驾驶被警方拦查，相当的紧张。你无食啊？这啥？我拢无看过先。警方搜出这一包，第一次听说手摇椅有出随身包，原警半信半疑。但驾驶说这不是毒品，而是知名手摇椅随身包。但原警对这些说辞不采信。啊，拢无黑，上面成分嘞？仔细看包装上写的知名手摇椅的名称，拼字没有错，里面装的是俗称“喵喵”预言的三级毒品卡西酮，似乎想靠着饮料的品牌来规避警方的查缉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旧庄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发现一部宾士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，于是上前盘查。经调查，开宾士车的县系男子特地载着友人自南部上台北度假，当时原本打算驾车去找朋友，因交通违规而遭警方盘查。原警于男子身上发现可疑的茶包两包，经初步检验竟为三级毒品卡西酮。夸张的是，它的外观和知名连锁饮料店几乎相同，不知情者恐信以为真。警方于调查完毕后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将谢男移送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男子自以为聪明，想骗过警方，没想到还是被识破。警方依法将人逮捕移送，后续也将追查毒品来源，不让毒品危害民众。记者黄少明台北报道。